就水上的那个，哎，水上那个好玩。就是小马哥后来又去做了一次那个，很有意思，就肥钱。嗯。我和他做的那个，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说，我们那个项目是最安全的。结果确实，你要说只要把那个抓住，他就不会掉下去。但是呢，他们那个虽然要飞起来，但是不会溅到水。我们那个从一开始加速到最后，我感觉妆都花了，然后整个人的脸一直那个海水就往我脸上打，打得很痛。那就污水。在下面的时候就吹牛，吹牛就是吹到飞起。嗯，我觉得这么点高度一点能排怕吗？上去随便跳一下就下来了嘛。上去之后，我要等一下。来，他是最苦的那个。当时那个我就听到教练员3、2、1，他就直接往下一倒又下去了。你当时咋想的？可能因为觉得来都来了，不能怂啊。先是我们三个的舞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四个的舞就已经就开始学了嘛，都差不多学完了。然后我们当时在那儿看的时候就一直在笑他们。跳最后一遍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就集体拿着手机拍。然后后来我们学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对我们的。舞蹈老师还说，来你们两组来比拼一下，看看谁哪一组跳得更好一些，哪一组跳得更像一些，还让人来当评委。谁赢了来着？他们赢了。没有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嗯，你不？他会，我没有。他们仨不会，我不会。不是你来找我是吗？你在我床上睡的呀。你说，哎，张边来找我睡。没有证据吗？然后我就下来睡，今天睡一起。今天早上也睡一起了，因为我们看见哈。没有证据吗？但一进去一个床上没人。你要证据吗？还。